有一些补位之间所造成的失误啊，好让 bench 有一个发挥的空间。右边路拉开来打传中球，哦，头锤，哦，这场比赛第一次的射门头锤球就进了，哇哦！台电这个跟点太精彩了，不好意思哈，我们才说台电什么锋线缺人，就黄汉生就顶一球来打你的脸，是打我的脸了哦，打得非常的漂亮。我们看这个球 ，Oh my god！而且可以看到陈云林其实是第一次的插上进攻，然后这个传中的准确度完全非常非常到位啊。